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给我！哎呀，以后想要银子，直说便是了啊！来，拿着。不是，燕儿姐。十三啊，燕儿姐，您干嘛呢？啊，燕儿姑娘啊，她跟我……不是不是，我看那个十三喂猪呢。好、这什么呀？蜂蜜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吃的，都吃哪儿去了？来，你擦一擦啊。这儿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原来对所有人都这么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个蜂蜜吃完之后，蜂巢不要扔，可以留着做口脂。你知道怎么做口脂？把蜂巢融了，放进布袋里面挤压出浆，再融了加蜂蜜，加上你喜欢的颜料，凝固之后就可以做成各色各样的口脂了。太好了，燕儿姐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赚钱。这不，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做口脂啊，十三帮你上山采蜜，你呢就专心在我院里做，到时候我帮你卖出去。不行，家里还有那么多活等着我呢，爹娘还有奶肯定不同意。偷偷来呗。我就是说说而已，我没那么大本事的。你，燕儿姑娘，你指定能行。你真的这么觉得吗？那当然了，燕儿姑娘，你看你本身就心灵手巧，你说你有能力你不用，太浪费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既然十三都这么说。等我忙完了，闲下来我试试。啊，好，我干活去了。哎呀，我说十句还不顶你一句。你别看了，啊，这黑虎寨的兄弟们都开始做酒了，我们也不能闲着，走。